泡的盐巴，超恶心，哦，好咸呐、啊！酸葡萄吧？对，而且，哦，好恶心。没关系，你不喝吗？没关系，我有喝的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，就是想说怎么越吃越咸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好哦，太阳超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松林。我超久没有这么早起床了，然后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废，就是每天都睡到中午才起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如果我可以早点起来，把一天好好运用，那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所以今天的影片主题就是如何把一天过得充实又自律。那讲到充实跟自律，就一定跟读书有关嘛，所以我也会介绍一款很好用、免费的英文 app 给大家。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刚上完程式课，超级累的。程式就是我永远都听不懂的东西。然后我现在想要回去睡个午觉，可能就不会吃午餐吧，因为我没有很饿。啊！我上课快要迟到了。下课了，我在等电梯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健身房运动，所以我现在要回去换衣服。好，我现在换好衣服要去运动了。我的体脂真的太高，现在每周三就是我的运动日。哎，这个光线超好看的。我就在想，就是把一天过得很充实是什么感觉？因为我每次都睡到中午才起床，不知道这种很认真、很自律的影片会不会有人想看，还是你们下次会想要看如何把一天过得超废？我也可以拍哦，我超会的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很轻松？嗯，你重好不好？哦。可以练手，也可以练胸，你就挺直胸，然后往前推，啊，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前放。哎，这样很轻。你可以慢慢往下调，休息个十秒，还可以往下调第二个。你的胸要挺直，要往前挺。撑不住了，快撑不住了。你可以做三组。我结束了，我感觉我自己又更健康了一点。我现在回宿舍换衣服，然后我等一下去上吉他社课，拜拜。我忘了带吉他，超笨。耶、yeah, ，我记得带吉他了。我现在要去上吉他社课，可是我根本不会弹吉他。
没有，你很漂亮。好，我上完吉他社课了，我现在回到宿舍。好，现在来吃晚餐，超级饿。不要生气，誓言会哦，就我不太会画师，没有，他们是描图。不要，我不要干这种工作。对，不要生气。我发现会画画的人都很讨厌这个东西。说真的，其实就是那些人在拉低行情。可是网络上那个就不能理解啊。我也不能理解，而且他们不会画脸。不是，我觉得誓言会什么人都可以做。我应该没说错吧？不是、啊，而且你开一张，你帮别人画，你说 Q 版的。对啊，他给我角色，还要自己想哦。然后我这样才开。太便宜了，说他要丢虾皮。如果你要放虾皮，我会觉得你会把 level 拉的跟那个是不是演会的是同一个水平。可是虾皮，我觉得，你有市场，可是看你的目标群众是什么样的人。可是我觉得会从虾皮找那样会师的人，可能不会是你的目标群众。你还是可以丢啊，只是我会觉得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自己的价值不止这样，你就不要去将就。想要画 Q 版的，可以去找我室友，谢谢。晚上了嘛，然后度过这样子好像很充实的一天之后呢，其实我觉得有点累，可是其实觉得还蛮踏实，因为平常真的太废，就是一直睡觉。那我觉得提升自己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追求你想要追求的东西，不论那是什么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变得更好，你有为了这件事情付出努力，那我觉得就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提升。那我觉得不管你现在是国高中还是你已经出社会，觉得英文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而在台湾这样子的教育体制下，很多人他英文成绩很好，可是他还不见得遇到外国人敢开口，或者是可以说得很流利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学习英文的 app。今天要介绍这款 app 叫做 Cake， 这张它是完全免费。像我平常手账上面有每天写要完成什么事情，其中一项是 Study 10 Million， 然后我就是用 Cake app 去学英文。但如果你想要精进的更快，读更久是更好。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给自己门槛设立低一点，你的完成度会比较高。然后因为它是一款 app， 它就不会像书一样，你就带着很累赘，所以它是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帮你复习英文的好帮手。然后里面有一个教练叫 Jack， 就是他会督促你完成每日的任务挑战。而且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读英文，就是因为他觉得它是一个很枯燥乏味的东西。可是其实英文它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，所以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，包括你喜欢看影集啊、动画，或者是各种有趣的议题或新闻，而且它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影片。你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英文程度真的太差，因为它里面有分级挑战，它每个英文影片都会有逐字的英文字幕加中文翻译。然后如果你遇到不懂的字，你就可以放到单字本里面，然后它会根据每个不同的主题有它的重点例句，那它重点例句都会重复三遍。如果想要记起来那个例句，然后之后复习的话，你可以储存它的例句，之后系统会根据你储存的那些例句给你随机的测验跟挑战。然后我觉得这款 app 最棒的地方就是我前面提到嘛，就是台湾学生普遍不敢开口说英文，这款 app 就是可以帮助你训练你的发音还有口说，然后你念完之后它也会帮你的口说进行评分。像它口说项目一样是有分级，就是从简单的到难的都有。像它最简单的就是可以从单字开始学，像它有零基础，然后随便选一个学习第一章节，然后它就有很简单的。然后它可以练习口说，就是你按下这一个，然后它就会帮你评分 find out， 它就会写它的评分。好，我们换另外一句 I want to find out if she has a boyfriend， 然后再帮你重播一遍，而且它会针对你念错的单字帮你圈起来。像假如我把这一句故意念错 ，Have you been playing the guitar for a long time？ 然后它就会帮我把错的圈起来。然后因为学英文都是要拿出来用的嘛，所以它有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句子，好像我选终极，我选约定会面的英语，然后它就有六个章节，它就有开快一点的英文是什么，睡过头的英文是什么。好，我可能需要睡过头的英文。You were supposed to meet me an hour ago. I overslept.
好，那这句 I overslept 我睡过头了啊，我觉得我很需要，我需要好好记得它怎么用，因为我可能常要用到它，我就把它加到我的复习区。然后口说课程除了非常非常简单零基础的，还有日常生活用到，或是你想要了解一些有趣的冷知识。Thus, people named George moved to Georgia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others. 如果想知道名字的意义的人，可以去看这一篇。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机制，就是联赛挑战，你就可以跟大家比赛，然后邀请朋友可以获得钥匙解锁。钥匙的功能就像是你的例句，它可能储存空间满了，你就需要用钥匙来解锁。总之呢，就是非常推荐大家下载这个 app 来精进自己的英文能力，还有训练自己的口说，然后养成一个学习的好习惯。好啊，那过完今天充实的一天呢？应该算充实吧，我觉得比平常充实。然后我希望我不要只有今天可以自律跟充实，我希望每天都可以自律跟充实，虽然有点难。大家都说习惯的养成要21天以上哦。然后总之我觉得好好规划自己的时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总突然觉得时间越过越快的感觉，就觉得我这礼拜完成什么事，然后还没完成，然后到下礼拜，然后下礼拜，下礼拜，下礼拜，这个月就过完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3月，而且4月，今年就过了1/3了，你知道过得多快吗？然后就觉得天哪，我怎么一堆事情都没完成，我好废。那我觉得不用一开始就给自己设立太高的目标，因为你一定会一开始就放弃，所以每天可能规定自己完成一件事两件事，然后慢慢累积，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哦。好，那也推荐想要经营自己或学习英文的人去下载 Cake 这款 app。 好，那我要去洗澡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下载 Cake 英文学习 App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